我后来觉得有时候道歉不见得是你做错事情，有时候是可能是为了那个态度而道歉，就是我道歉我那么凶，但是其实我也没错。可是我会这样道歉是因为哦，我刚刚真的态度差，我抱歉。你们家很怪耶，道歉怎么越骂越多，超怪的。你被我吵醒了，对不对？抱歉。